主席，你對我就話同呢個元朗黑社會嘅指控咧，佢都非常之遺憾。佢都解釋好多次啦。咁我咧係同黑社會咧係勢不兩立嘅。咁啊，曾樹和咧就係其中一位議員，我同佢只不過咧就好似我同普通議員嘅一個聯絡嘅啫。我相信我同啊當其時嘅鄺俊宇一樣咧，仲熟過他曾樹和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頭先你提到我啲履歷啦，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講講啦。我係去過呢個浦東幹部學院，亦都去過呢個國家行政學院，都係去咗幾個禮拜嘅啫。 我去咗英國皇家國防大學去咗一年啊，我去咗呢個聯邦密探咧訓練咧係4個月㗎，咁唔通咧啊有人又懷疑我係呢兩個國家嘅一啲嘅關係咩係嘛？